根据我的了解，中美双方工作层已经于19日开始工作，高级别磋商将于21日至22日举行。双方将在上一次高级别磋商的基础上，就有关经贸问题进一步深入沟通。双方经贸团队举行如此密集的磋商，目的是按照两国元首共识，努力达成一致。至于磋商的具体进展程度，要等到磋商结束后，才会有进一步的信息发布。谢谢。